当作同行，看我比标美国政府案件，大家拢讲，人个国家是有强制制度，你一个台湾人，你是要标啥物？因拢唔知影，政府已经替阮争取到国外公平竞争的机会，结果是我标到啊！只要予咱台湾人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咱就无咧惊啦。